亲爱的爹娘，我伫两日前终于到达老庙，准定配伫大伯公庙街。当阮迈出第一步，跨上了土地时，周边闹热，人真多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未见过印度人甲马来人，因此特别紧张，万一无法甲因人沟通，要怎样呢？姨母的表兄的囡仔阿坤来到码头迎接我，来到南洋以来，以拖牛车为工作，将水载到码头送出海的船。伊带着我甲一挂新客，到了华海的天福宫拜妈祖。多谢妈祖的保庇，咱平安无事，会通到达南洋。到了遐，发现周围的兄弟拢在讲福建话。毕竟离乡背景，这么远来到了青苏的地方，听到熟悉的福建话，令我感觉十分安慰。在需要的时阵，可以找个咱相像的福建人帮助。这我到海岸，看到码头来往的每一只船。工人也真多，大家拢无闲得欢喜。看到劳工无闲会做事，我也期待着开工赚钱的日子。明仔早，阿坤会带我登天福宫见一位老板，看是否会通伫关顺店工作。我伫遮过得真好，请阿爹阿娘千万免担心你的囡仔。希望厝内一切平安，阿大。